可以。流汗了。论黄子韬吃饭有多香，场面一。有火锅，我们可以吃了吗？可以，拿饭盘打吧。哇哇，我想要看一下都有什么。哇，还有沙拉，哇，鸡腿。不行，我已经忍不住，此时此刻我就要放嘴里一块，饿死我。仿佛自己在做梦，有没有？我也是，我这样，我就不想回去了，怎么办？就让我永远留在这里当飞行员好了。对，到时候你们做的时候呢，这边给你们每个人做了一个饮食的卡片，然后坐在你们自己位置上就可以了。好像每个人写的不一样，你看每个人有名字，然后有那个多食骨汤等食材，少喝汽水饮料，控制饮酒。来，明白，简单 ，so easy。你看我写的是注意荤素搭配，荤素比例为3:7，就是我多吃素，少吃肉呗，我这也算3:7。空勤餐厅不是所有人都能进来吃的。场面二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油辣椒。这谁炸的？我妈妈弄的。哇，你吃辣椒那么厉害？对。你很爱这个？我太爱，我太爱。发这个感觉很厉害啊！必须的，我看着我这饭我已经受不了。好厉害吗？太好吃了。大哥，多吃点，鼻子好的快。我没办法，我太疼了，抹老多芦荟。喜欢吗？尝尝，我尝过他的这。哇，你这个有点厉害，好吃吗？场面三，快点！还耍酷，你还摔上盘子了。子韬，我觉得你是个爷们儿。流汗了，五份应该没问题。怎么可能？子韬只吃五份，我都能干十碗。场面四，站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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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站着吃站着吃站着吃。味道不错，赶紧吃。哎，这个菜挺好吃的。这小黄，你都这样，你都咬。很好吃。我来分一下。他只是狗叫，不是鸡叫。我。我疯了。